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颖璇，今年23岁，来自台中。那我一定要站上小巨蛋，因为我要用我美丽的舞蹈来感化世人，拯救世界。他真的好喜欢拯救世界，好大的愿望哦，拯救世人哈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感觉很厉害哦，请开始。算是什么舞啊？它是飘扇加融合肚皮舞。哦，是算自创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自己融合。所以我刚刚问老师说这是什么舞？我看不懂。这是中国的吗？像扇子舞，又像那个彩带舞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是那两只是飘扇，但肚皮会一直动，它的肚皮，然后又下腰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表情又很现代化。你眼睛，你眼睛一直在勾人呢。因为一直以为这是一种，因为这是我的天性。很会勾人，他的眼神很迷人。那就要问一下小钟哥，你有被勾到？哦，早魂都已经在他那边了。哎，你是台湾小姐啊？对，现在在参选第6届的台湾小姐，那已经进入决赛了。你是台湾小姐？对对对，已经进入决赛了。难怪他这边写一个。No, 大家记得帮我投票啊！我是黄颖璇。哦，你进入了决赛，对对对，剩下几个人？16个。按跳舞日让你改变很多吗？很多，对，让我就是从我桌上他们给我2张照片，我想说这谁呀？哎呦，分享一下。哦，哇塞，这好胖哦，这以前的吗？对对对，以前的我。哇，这同一个人吗？哇，天好黑哦。啊，另外一张我看一下。哇哦，哇。这几岁的时候？国小、国中的时候，还在发比较黑。那个是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小胖妹，对不对？胖对，那时候都被人家说，有被人家笑吗？有啊，就说啊，你真的是我们班上最丑的人，最胖的人。就是人家讲说又白又胖，他是又黑又胖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妈说我很像星星。出生的时候就生出来就黑黑，然后又你现在不黑耶，而且又很漂亮。怎么会差那么多？后来怎么决心要减肥？然后你怎么白回来的？变那么漂亮？因为想要嫁出去啊。OK， 对，而且非常喜欢跳肚皮，我有带来加分题。OK， 加分题。哎，他是说不同的曲风，你即兴考他任何曲风他都能跳。哎呦，肚皮舞。对，就不同的节奏，这么厉害。对，意思说，如果他是我举例来讲，像如果像这个 Tango 呢，老师有 Tango 音乐吗？你给我一点 Tango 的音乐好不好？我看 Tango 如果跳肚皮舞，那各位老师你们都可以出题哦，各位你们都可以出题哦，好不好 ？Tango。黄梅调，老师黄梅调。黄梅调。性格肥肥啊，不然先来个金包银好了。金包银好了，嘿。是空境来的生命，是空境的福音。哎呦，人的生命不能打字，爱情让人归嘴，是经验有意。原来是假。好现代哦！哇，跳的好有那个。
学哦。那小叮当，小叮当。林怀民啊，杨怀民，杨怀民是歌仔戏啦。哇，小叮当，哎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加分点不错，这个适合金包银哎，对，金包银好棒，哇，好大悲咒，大悲咒，哦，好，哎，厉害厉害。哦哟，哇哟，哇，哦，哎呦，你看啊。为什么在大悲咒会有电流舞出现？为什么？现在流行这个，为什么电音大悲咒啊？你想跟他合作吗？非常的想，谢谢。因为我觉得新的是太帅了，看到他都在蹦蹦跳跳，一直跳。真的啊？如果你要跳，你要跳他哪一首歌？我觉得跳一了百了，死了都要爱，死了都要爱。不然这样，信唱一小段，然后你跳，来，预备，来，信来了，死了都要爱。好，我唱一句，然后小钟唱一句，好好好，看他怎么跳。好好好。Two, three, four， 死了都要爱。哇塞！不离离，情至不痛快，感情多深，只有这样。才足够表白。换小钟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离离，坚持不痛快，爱到最后还要爱。像谁？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加油加油！希望你学妹一切很顺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先看你可不晋级喽。好，评审请准备，晋级请给灯。我可以讲一下吗？可以。就是我没有给他灯的原因是，就像国文老师讲一样，可能他在做融合舞蹈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精准和那么的一体，就会觉得好像像这个也不是不像了。所以这个灯是希望说，你如果有机会站在小巨蛋舞台，你要让你的表演更完整、更漂亮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恭喜晋级，欢迎下一组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麒麟，71岁，耶，台南的五姑阿妈耶，我71岁啊，记得一回，你记得一回，哎。你叫做麒麟，哎，麒麟，麒麟哦，本名哦，不是，艺名，艺名啦，艺名，艺名，艺名啊，本名叫陈赛金，应该是很多艺人都知道我。赛金，嗯，赛金花的赛金，对，陈赛金。那为什么很多艺人都会知道你呢？因为周游是我们以前的同事，哦，周玉珍，啊，而且我在契机义工队的时候教过孔南勋。你教过孔南勋，孔南勋、冉嘉玲、张柳琼，哎呦，哇，这些国宝都你教的，哇塞，凤飞飞是你教的吧？凤飞不是，你刚抓那个帽檐，绝对很像，你的装扮是不是模仿凤飞飞？我很喜欢戴帽，他先出来的，他是前辈啊，他先出道的吧？不，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，姓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可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才18岁。我的靠右边，你怎么会？哎呦！哎呦！你是 rocker 阿嬷吧？rocker 团啊？又要来我演唱会？对呀，好适合你的演唱会哦。我们先看你表演好不好？让我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好，谢谢。请开始。No.
都有心爱你 Michael 你都迷得不如开路口来筋骨好软哦，两个好啦，人啊，等下七十岁都无路用。阿妈，我感觉你的表演融合三个人 ，Michael， 哦，凤飞飞，哦，跟林松义啊，就讲讲跟林松义似啊嘞。哎呦呦呦，就行林松义，真的很像很像。你为什么需要唱这些歌啊？去学 Michael？ 对啊，哎，我喜欢 Michael 啊。哦。哎，你很牛，有人跟你来不？有。有什么人？我要看你一下，就是好心弯心在哪里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哎，好心心不阿哥孙呐，孙女在哪里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孙女，媳妇，媳妇。哎，我旁边是那个孙女，孙女怎么这么拍谁？因为他看到他阿妈做 Michael， 他就拍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叫大口袋。都也是啊，那个也是你孙子哈。哎，递个麦克风给他。我最想问的就是，你看阿妈的 Michael 你有什么感觉？对，像不像？蛮像的。哎，你还有加分题啊？有有哦，有一首是什么？什么？醒来吧，雷梦娜。哎呦，那是于大嫂，于大嫂的招牌歌曲啊。对啊，哎，是李亚平的歌嘛？试试看。哎呦，看麦你就知。你比他还厉害，嗯，那我靠你啊！你认为说，看吗？李亚平唱的很好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OK， 好好，来来来，看一看哦，哇！哎，他要需要人帮忙吗？哎，进来，笑脸来，我就要你了，我要定你了，我告诉你了，狼 K， 狼 K 来了，狼 K， 好不好？哦，你讲屁的戏，干打呀！心要退出歌坛的啦。不然，阿妈让特别戏啦。就问你阿妈，阿妈让姐，来来来，你们就醒来吧，雷梦娜。阿妈让姐，阿妈让姐。哎，雷梦娜不是一个女生吗？对啊，那我怎么找她？对，没有啊，以后的啊，我喜欢男的啊。OK， 好，好，现在你叫做雷梦娜，知道吗？啊，她要做什么？啊，你们坐下。做雷梦娜啊，就躺着就好了。躺在那边。哎，阿罗。多一下就好啊！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。哎，哦，其实还不错，跳得好看，这样的开场还不错，哎，这样不错了。好，直接来吧，直接来吧。信我跟你讲，今天你的专辑会爆亮，大家都觉得太可爱，对。来吧，好来，音乐，阿纪也来。我回来了。到底 Rocker 阿信和武棍阿嬷两人会做出什么令人喷饭的举动呢？